喂，我哋而家临走咯、哦，九日嘅行程就嚟完啦，我哋仲有半日，咁点算呢？又 check out 咗酒店啦。唔紧要，有一间咧叫做 Be My Guest 嘅 B&B Concierge。通常呢啲 Airbnb 咧就冇 Concierge 可以储行李噶嘛。咁所以呢啲铺头咧就应运而生啦。咁呢间铺头就专系俾你咧寄存行李，收几钱啊？16蚊两件。系啦，摆一日。摆八钟，因为九点钟到八钟。8蚊一件，15蚊两件，三件就23蚊。我哋就储三件。3行李仲有寄存锁匙啦，或者细 locker 寄存锁匙啦，即系俾啲 Airbnb 嘅客户嚟攞锁匙啦。仲有啲 grocery 买啦，啊，锁头啊、行李带啊等等，埋埋机场巴士添，都几方便啦。我个走得去玩，我哋而家去。State Library 第一日，本來第一日嘅行程諗住就係去圖書館，但係冇咗一半日啊嘛，所以我哋而家補翻。Flinders Street Station 正面就是这样的了。是我們早几天来过的，但是我們在它的側边啊、后面啊，这样没看到原来正面是这么漂亮的。这里是要打卡的。是吗？这么犀利的。街很有生气，很多食肆和咖啡店。我們现在即将进入一条很出名的咖啡街，还有两分钟路程而已。吸引了一些懂看中文字的人停下來拍一拍，有子有餡，人生無限，是不是很特別？這麼盡榮啊，到了這條街，就是咖啡街了， The Great Street。 轉進去看看，找一間很多人排隊的咖啡店來喝一杯咖啡。哇，這條link上面全部都是招牌，窄窄的街，無數的店鋪。有些東西吸引了你了。是啊，這間店一看就知道它幾十年歷史，你看看裡面的層次，賣的它不是假的東西。是嗎？嗯，你看看這裡沒有了一塊了，那還不是已經賣了一塊出去？是的、啊、看起來好像很精緻，好像假的。是不是選這間、我們都是買酒的，不坐下了，是吧？ OK， 好，最后我哋就停低喺呢间度买杯咖啡啦，睇下是但一间都得啦。我要杯大嘅，你要咩啊？有咩 Kevin Allen 先？嗱，啲网上朋友话咧，其实咧喺墨尔本咧，随便一间咧买咖啡都好饮噶啦，咁所以我哋咧都应该真系随便拣一间啦，都唔使有啲咩考虑咯，随便一间啦，唔知边度好边度唔好啊。Cappuccino large， OK， one last mocha takeaway。就等喝咖啡了，叮叮叮叮叮叮叮。Allen， 你等間揸住杯咖啡之後就要做翻個造型啦嚇。一般的墨爾本人咧，佢哋咧就係會揸住個咖啡杯咁樣就行啦。要咁樣噶？呢個動作？係啊係啊係啊，咁樣揸住個杯嘢，咁啊一路行喺條街度行，攞到杯咖啡啦。Cheers！ 我哋向前行。要扭住隻手嘛？你好自然咁樣嘅，好行得向前，向你嘅後邊行啦。拎完咖啡之後精神為之一振，我哋似乎我都未飲。點解墨爾本人的咖啡要咁樣揸呢？唔係型啊，係因為本身辣手啊，咁樣揸會熱啊嘛，咁樣揸就唔熱咯，係咁。快啲入嚟沾下啲書卷味啊！呢度就係 State Library 啦。今日星期日啦，人啊真係幾多下啦。咁裡面多唔多人呢？一陣望下先。呢度就正門門口啦 ，State Library。圖書館咧就免費入場嘅，咁好多人咧都會嚟睇嘅。我而家咧左手邊、右手邊咧都有兩團人喺度咧介紹緊呢個圖書館，咁我哋入去啦。哦，要行，要行落去樓梯。呢個就係最靚嘅景觀啦。呢度係六樓嘅最高。呢度就是个洞啦，啲大学生又喺度做功课啦，哥哥迟啲喺度做功课，不过就系闩咗。应该去到望下先，睇落。越落越靓啊！你睇下，闻到啲书卷味啦，好靓啊！呢个角度。見到 Allen 啦，見到你啦，
見到你啦。可以噶，睇書噶，可以。而家直情有本書睇啊！定學到嚟呢度啦，你哥哥喺度扮睇書 ，Alan 就喺上面啦。你終於嚟到啦！我終於嚟到啦！九曲十番彎，我哋唔識落嘅，雪兜暈曬成個 library 已經。係。其實喺度坐喺度睇書嘅人咧，係應該都大多數唔好專心讀書嘅，咁多人喺度嘈喧巴閉嘅。因為其實好靜，冇人嘈。不過係咁多人行嚟行去，其實你都唔係好專心睇書啊。所以冇幾多人坐喺度。Alan 話要喺度扮下工啊。冧書先。好啦，揀到心水嘅書啦。呢本圖書啊，真係～相集 Some Pictures of Victoria， 我仲要用善用啊呢個，啊幾好，唔會認。喂，字多個圖喎，啊！知明問我而家焗唔焗氣喎？我焗氣啊，真啊！我哋呢一餐額外嘅 lunch 咧，就喺呢度食啦。多出嚟噶呢餐午餐，你睇下我呢個，哇！你呢個好吸引喎，浸曬喎啲汁。我而家呢個係瑞士撈麵啊，瑞士雞撈麵。係削啲喎，冇乜油喎。咪好咯，我特登叫唔好油啊。冇乜油水喎，都食下先，我都滿意嘅。唉，滿意得啦，試下先。出曬煙啊！鹼水麵得唔得呢間？不過上次嗰間單牙喎，單牙得啦呢個。嗱，我冇咁比較，因為咧其實兩間都係港式茶餐廳，我覺得兩間都食到我想食嘅嘢，食到我想食嘅味道。好，咁呢間都好 OK。正，你要試下咯。我想講咧，香港茶餐廳嘅味道咧，除咗啲嘢食之外，仲有呢一間嘢，呢間先最緊要啊！每間茶餐廳一定要有嘅。哦，辣椒油啊！係、哎、啊，尋味我的味道。看看這個鮮蝦先，好大粒喎，可唔可以食一粒啊？可以啦。脆口，脆口冇得輸，得啦。冇得輸，咁好啦，咁我又試下啦，食下啦。哇！係咪得啊？好脆口，脆口咧，冇得輸兩次。雖然你預咗佢係有梳打，但係都 OK 啦，香港味道嘛。係諗住乾炒牛耳啊，而家佢幾開心。呢啲可能啲 art 嚟嘅，我哋後邊咧個地下咧有啲雀仔，冇雀仔就擺個電腦雀。粉飾一下嗰、那個市面啊嘛。因為可能真的沒什麼雀仔，所以要弄些假的在這裡裝飾點綴一下。有趣有趣。我們到了墨爾本的戰爭紀念館，這個很壯麗、啊、是的，令人肅然、啊、360度。
圈先知道呢度系入口喎。由高處望落去就見到啦，嗰度咧係一朵花嚟嘅。Anzac Day 嘅時候咧，所有人都會擺喺個胸前。嗰朵花係個名嘅喎，叫咩話？朵花，朵花叫咩啊 ？Poppy，Poppy， 紅色嘅。係啦，咁個口號就係 Less We Forget。呢度 suppose 應該係有一個 statue 喺度喎，但係冇喎。呢度寫咩咧？係咪有特別意思喺度咧？佢 Albert 同埋都係全部都個 last name 都一樣。呢度就系皇家天文台 Observatory， 大土树啊！呢只黑天鹅怕人喎，佢住颈又住耳朵嘅，真系住颈。哎呀，都住颈啦 ，number。今朝谂住而家已经上咗飞机，点知而家咧，我哋要再攞翻行李再住酒店。好啦 ，pick up 先啦。哎呀，攞翻行李啦。唔系上飞机苦笑一番。去另一间酒店啊，又可以开箱啦喎。